你好，欢迎你与马来西亚 Rob Reports 一起深入了解 Conley， 一座坐落于马来西亚吉隆坡市中心，由国际著名设计师 Carrie Hill Architects 所设计的公寓。Conley 是由马来西亚高端房地产发展商 ENO 东家集团以及日本最大的房地产发展商三井不动产联手打造。Carrie Hill 的设计作品遍布全球各地，当中包括九个坐落于亚洲的阿曼度假村 The Datai Langkawi、 One and Only Desaru 以及在新加坡的 Martin No. 38。 Conley 同样透过 Carrie Hill 的设计反映出低调与奢华的品味。52层楼高的 Conley 处于城市名流和精英居住的高级地段，五星级酒店、高档购物中心和美食区、顶级医疗中心、雪兰莪皇家高尔夫球场，以及举世闻名的双子塔和底下的50英亩公园都近在咫尺，外加毗邻而立的皇宫和使馆，完美结合高贵典雅和优质生活的气息。坐落于 Conley 公寓前的地铁站也即将在不久后开放，让一切生活便利设施垂手可得。独具匠心，用这四个字来形容 Conley 再贴切不过。宽敞的空间规划让你可以拥有客厅、饭厅、厨房，也可以把吉隆坡的天际线尽收眼帘。3米高的天花板能营造出一种舒适感，让住户在这个空间更加舒服自在地与朋友家人享受闲暇的时间。Conley 的每一处都经过精心策划，配有冷气，配备齐全的厨房、大理石台面、洗衣机和烘干机，还包括内置鞋柜，这意味着你只需要携带个人家具和物品即可迁入。Conley 在每一个方面都为您精心规划，贯穿客厅和两间卧室的宽敞阳台，确保房子光线充足、空气流通。无论居住在哪一个楼层，视野如何，你都能足不出户地享受室外美景。ENO 的经典高雅与阿曼酒店的精致特色，启发了 Conley 高端水疗式的浴室，提供双洗手台、深泡浴缸以及日式讲究的生活细节，让你拥有终极的享受。Conley 的生活空间也处处散发奢华感，分布两个楼层的休闲设施，备有两个无边恒温泳池、两个健身中心和两个住户休闲室，确保最佳的隐私和个人空间。谢谢你和我舅舅吴立璇以及 ENO 东家集团和马来西亚 Rob Report 一同了解 Conley。 再见。